按都可以啊，这个到你的胸口没有痛的。好，第二啊，一个脚可以支，因为你的 X-ray 那边看住啊，很像按没有痛了，你看很舒服的，这个叫 original。好，第三，这个脚放来这里啊，这个开，这里有点卡住了，下不完了，你看这里痛了，哎呀呀呀，这里痛，跟这里不太舒服了，嗯，有点影响到这里。好，腰是那边是腰。好，你看这个脚啊，哈哈，有痛你讲痛啊，慢慢来啊，到哪里痛给我知道啊。嗯，好，痛了，你看再大力一点不行了，六个手指按不到了，痛，哎呀。好，第二妈咪，啊，放在这里啊，我小小的按会痛吗？会啊会啊，不能。不能啊，很痛啊，两个手指按呢，也是痛啊，痛啊，一个手指按。也是痛了，不舒服的感觉。好，走路为什么走的痛？你看这个脚放来这里啊，开这个脚，也是痛，开不到了。你看这里到这里，管理痛是讲痛，嗯，痛。好 ，TONG 痛。你看到这里这里啊，这个刀腰下不到了，很痛啊。不能，不能啊，一年了了。很久。好，叮，等一下没有痛了吧？最好没有痛。痛到怕，痛到怕，真的真的，弄到手都没有这么辛苦，弄到脚啊，去厕所啊，煮饭啊，站啊，嗯，做什么？走一下子就不能够上来。明白。你要跟他讲放轻松还是怎样？还是点轻松？不用放。啊，对了哦，啊，没有弄啦，阿姨，不相信啊？好，再给你看，那刚才我听到一声音，咵。那现在看你的脚了，痛还有一点痛啊，没有这样痛啊。现在到哪里？到你那边了，碰碰。我你要刚才还有哪一边痛啊？在弄痛。嗯，没关系，慢慢看它弄哪。现在哪？刚才到这里六个手指很痛了，现在他的脚一呀一呀一咦，很像轻松很多了哦。这边还有点。没问题，慢慢弄好它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啊。刚才按不行的，啊，现在放在这里，啊，放直。现在呢？可以啊。可以哦，刚才按不行哦。舒服很多了哦，嗯，完成了，拜拜。这边酸很酸，这个。好了，现在酸都不要给他有酸了。稳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啊！对了，不是声音，放松啊，放松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啊！对了，哇，很大声哦！对呀，啊，完成。嗯，好，再弄漂亮了，现在没有什么痛了了，刚才比较痛了，好，来一折啊，折再折这个脚折，啊，来，啵，全部对，好，全部对有什么分别啦？现在脚完，折，现在呢？一点点，一点点酸，现在不是痛了，是酸。啊，酸，酸是正常的，酸正常的，酸是正常。如果痛说不正常，酸的就是血可以跑了。如果是痛不对，酸是对的。好，第二脚趾，刚才啊，没关系，趾不怕的，哇，痛到卡不灵啊，去。那现在直到完。他要想一想先，痛的不用想，他会笑而已。好玩了？好玩不好玩？不好玩了、啊，痛到怕。现在给你弄嘛，也不用开刀了。好，现在开脚，痛到好，开脚啊！刚才开脚开不到的，好，好快。啊，开刀完了。刚才开到这里啊，很痛很痛，不行。现在呢？你看，走路都会走啊。嗯，现在开脚也是松了很多哦。盆位全部对了，这个盆位全部对，这个盆位也是，你感觉舒服很多哦。这个是没有酸，也没有什么。刚才开不到了，也是现在看包床也可以，这个刚才很痛的，舒服很多了。
臀位跟你的膝盖左位。好，现在试一下啊，蹲。好，这个最重要的，这个是蹲下来的嘛。好，试一下用力踢我出去，用力。好，再看看。等一下，放在这里，好，踢我，用力，用力，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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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，脚直，对了，很好，下，好，第二次，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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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喂，不错哦，有力量哦，好，好，第三次，往里踢，我80公斤了，哎，有力量哦。好，最后一次，大大力的，要快快的，踢，哎，全部对了哦。你看这个脚，跟这个脚，嘿，一样了。他还想一想，真的。他是这边很酸吧？有没酸？酸是正常的。这样会好吗？好了哦，有不？酸是他的。啊，酸啊，酸就是血，刚才是啊，他压到嘛神经线，他痛嘛，现在不是痛，是酸，酸就是血会跑了，因为有那个风跟雨雪。现在淤血要2个星期给他，消肿。消肿了。嗯，现在肯定痛都不会痛了，你看。刚才。我还有你的肩膀啊，哪里啊？拍啊！现在要全身给你弄好它，最重要是你的脚线嘛。真的，脚痛到怕。痛到怕哦。来，帮你再看看。好，所以。